命偶风云会，印潭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好啦，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啦。本人陶杰嘅 Patreon 阿伯，仲有马伟聪嘅，仲有我哋特别会员，多谢。这个风云会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各位咧系陆续加入嘅。咁啊，呢个23条终于系两读啦，好快就会通过噶啦。咁咧就喺香港咧系爆咗咧一个深水炸弹，里边条文啊，里边嘅灰色地带之多，地雷啊，暗部之密。同埋將來中招風險之高咧，就連一啲親中派或者所謂嘅建制派咧，都覺得咧係高度不安，係嘛？咁咧就嗱，而家包括香港中環精英代表馬時亨呢位財經界人士咧，就出嚟話喎，佢咧呼籲要民間咧係去解釋23条喎，點解啊？因為咧要挽留啲歐美大客喎。他說外商關注法制網絡自由，雖然他說金融四支柱還穩健，馬時亨表達的憂慮我們請各位注意一下，他說要挽留歐洲和美國的資金，因為現在外商很害怕香港的法制網絡自由受侵蝕，同時呢即是說害怕他們都中了間諜罪這些這樣的地雷，那就叫民間閃述展述23条。嗱，呢个要求啊，嗰个语病喺边度咧？首先，民间系冇义务去同你香港特区政府解释23条嘅。民间即系普通市民同埋纳税人，纳税人咧系俾钱供养特区政府，同埋你呢做泛指嘅民间系嘛？到底有几多嘅比例系支持啊？系嘛？呢个23条嘅咧？大多數嗰啲小市民啊，街邊開貨車嘅，同埋教小學教師啊，或者咧任何嘅啊專業人士、護士啊、搬運工人啊，佢點識得解釋23条咧？係嘛？咪盞越解越忙，越解越戇居。所以咧，你話要向香港嘅歐美資金解釋23条嘅責任，係喺特區政府嗰度，係同民間全無關係。OK， 先咧係以正視聽。民間很多是反對23条的，你如果真的說要解釋23条呢，就請馬時亨去責成那500间、啊、香港的企業和組織，包括什麼新聞人專業協會啊、香港地產協會啊、香港總商會啊，叫他們去解釋。民間呢是沒有責任去解釋的，這個第一。第二，他說現在歐美客呢就覺得很憂慮，或者他们关注香港法制网络自由。为什么说民间不应该解释呢？因为特区政府这个叫林定国律政司，他们声称已经会见过香港那些外国的领事和一些重大的商会。他们自己说他们没有意见，是没有提出反对。当这个特区政府自己的高官在这里向外国的领事和外国的企业代表，他们已经解释过，他说他们没有反对，没有反对你现在 出了之后还用解释？出了之后他们既然没有反对，为什么现在马时亨告诉我们，那些欧美资金是很关注网络的那个自由呢？又是吧，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怎么都好，民间是绝没有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是去代香港特区政府去解释，亦都唔識解釋。你點樣樣解釋，你香港特區政府亦都控制唔到。有一啲所謂嘅民間係咪明藍就暗黃，即係解釋嘅時候咧，就故意或者喺無知之間越描越黑，就搞到呢啲歐美資金咧，你唔解釋又自可，解釋咗咧就仲面青。咁請問民間解釋嗰個質素如何去有效控制？所以咧，即係當然，馬時亨佢哋咧係代表憂慮，其實心驚咧係非常之正常嘅，係嘛？梗係啦，係嘛？講一套做一套，係嘛？梗係啊！香港投資者啊，係嘛？你喂呢啲咁嘅地方啊，充滿風險同埋啊呢啲灰色地帶，你投資埋我嗰份啦，係嘛？
我覺得最需要解釋嗰個咧，就唔係民間，唔係特區政府，而係我哋上次講過呢、這個叫天主教香港教區嘅主教周守仁，佢仲未出嚟解釋我哋上一集啊所提問嘅問題。我哋上一集嘅問題係跟香港呢個叫親中愛國牧師管浩明走去問律政司，佢話如果神父或者牧師喺接受一啲信眾信徒告解嘅時候，而得知咗呢個信徒啊個內心一啲企圖或者曾經企圖係咧係顛覆中國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嚇，或者咧誒煽動啊誒對香港特區政府仇恨嘅言論，牧師同神父應唔應該事後咧係去告密？呢個咧林定國就話國家安全咧係好緊要，應該高於咧你哋聖經嚇，所以咧佢認為咧係應該告密。我哋上次指出呢個問題咧，對於神學界同宗教界啊係好大鑊嘅，係嘛？嗱，譬如有一個天主教徒，佢今年係17歲，無端端走去喺香港揾個神父告解，話你咩事告解啊？琴晚打飛機唔係啊嚇，我仲憂慮過打飛機啊！我琴晚發咗個夢啊，發咗個咩夢啊？發咗個春夢啊？唔係啊，我發夢咧，我帶住一班同學仔咧。就揸住啲棍棒咧，攻咗入去禮賓府，然後咧就綁起咗嗰個特首李家超，然後竟然咧喺個禮賓府嗰度咧係宣布香港獨立，成立香港共和國。跟住咧，我哋就唱嗰首阿袁明光嘅歌。咁咧本來好開心啦，喺夢中唱唱下，突然間有冚飛彈咧係射埋嚟。我哋一睇，原來駐港解放軍部隊已經出動。全部荷槍實彈裝甲車咧，係準備攻上嚟呢個禮賓府。個神父一路聽佢講啊，呢個夢境，哇！一路大汗揼聲。咁跟住點啊？跟住點？跟住我咪扎醒咯。跟住我發夢啊！我哋成班人啊，束手就擒，同埋有幾個就地槍斃，所以我好驚。嗱，我哋揾神父咧，我揾神父咧嚟告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發緊嘅夢，我係咪潛意識裏邊係一個港獨分子咧？或者是很想武裝力量推翻特區政府呢、我明明沒有這樣的計劃的，但我發夢那裡有佛洛伊德說夢境是一個壓抑的自我的表現、所以我覺得很有罪疚感。我想神父呢是你是上帝的代理人，是代天父是來到寬恕我、那個神父聽到大汗揼世，好你不用說了，不要緊的，呢、這個發咗個夢咋嚇，其實唔關事噶。咁你寬恕我啦，我唔知點解又發過咁嘅夢啊！神話得啦，好啦，冇事啊，冇事啦。啊，跟住咁樣樣係嘛，打發佢走。跟住神父一驚啊，打個電話報國安警，我發現一個咧潛在嘅港獨分子，因為佢今朝早11點走嚟向我告解咧，講咗一個咁嘅夢境。嗱，係夢咋嚇，佢唔係藏有啲乜嘢嘅。咩顛覆煽動刊物？哦，咁佢有冇參加過黑暴？冇咁講過，佢一個乖仔嚟嘅。但係唔知點解佢有咁嘅夢境。我覺得佢潛意識裏面係一個相當之危險嘅港獨分子，係嘛？嗱，講完啦，收線，係嘛？咁你諗下，哎呀，咁唔知點咧？差人會唔會拉咧？打翻佢，打翻俾佢。喂，咁你會唔會拉人啊？差佬話：多謝啊！包神父咧，你嘅資料嗱，我哋會跟進同處理噶啦。咁個神父一擺低，哇死啦！咁唔知點，就輪到個神父要告解咯，知唔知啊？係嘛？因為你神父違背咗天主教嗰個基本守則，你將告解懺悔嗰個人嘅秘密話咗俾一個警察政府聽，係嘛？好大鑊噶！所以咧呢件事咧，管浩明同埋林定國之間嘅對話咧。我覺得周守仁應該出嚟解釋喎，點解啊？喂，因為呢啲咁嘅神職人員喺戰爭時期受到良心煎熬，其實有先例。嗱，有一個英國嘅左傾作家叫格林 （Graham Greene）， 佢有一本小説叫《The Power and the Glory》，就係講一個咧牧師啊，喺一個高壓同埋戰爭嘅處境裏邊，啊，良心同埋政治之間嘅交戰。呢、这個英國現代文學裏面一本咧係好出名嘅小説啊，電亦都係拍過電影嘅。所以咧嗱，而家林定國同埋管浩明啊，
提出呢一個兩難嘅問題，而林定國咧係發出咗指引，相信香港神職人員會跟隨。但係基督教我唔理，因為嗰度好多都已經赤化，已經染紅。但係天主教唔同，天主教仍然係受梵蒂岡管轄，所以咧真正要出嚟解釋嗰個係香港天主教區嗰、那個係咪主教係咪？佢未講喎。嗱呢度咧，我哋呼籲佢出嚟咧澄清一下。因為無謂等到香港啲天主教徒難做，係嘛？嗱，所以跟住嚟講咧，呢個二十三條仲有好多啲條文啊，係相當之有趣。嗱，我哋今日我對政治冇興趣，只不過對中文嘅語義學嘅問題，同埋就一啲大學同埋中學好多辯論學會，我哋想將一啲條文啊係攞出嚟就辯論嘅問題，同埋中國語文嘅定義同埋語義嘅問題。做一個學術的分享，好唔好啊？係嘛？唔係講政治討論。我而家唔係話反對廿三條，我哋一向都大力擁護。不過啲條文同埋中文嘅寫作方式裏邊會產生一啲乜嘢嘅迷惑啊？不如我哋係咁以攞一兩條出嚟咧，係分享一下，想請香港嘅教育界係嘛？多多啲回應同埋提供下意見，好唔好啊？阿鮑生，好啊，陶生。咁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咧，咁就喺度審議緊呢個二十三條嘅草案啦。咁我睇到好多裏面嘅委員咧，同埋啲官員之間嘅互動啊，或者叫做質詢咧，就真係好有趣，或者係令到人咧對中文咧有重新嘅認知。咁裏面咧有好多嘅，咁我首先咧就你頭先講到發夢嗰部分咧，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場景，好嚴重噶。我聽一下聽一下，我突然間飆冷汗，點解呢？就係、是、我喺咧，我記得我高中嘅時候，應該係1982、83年嘅時候咧，我作過一篇文嘅。呢篇文咧，開頭咧就係、是、我記得好清楚，就係、是、我寫一支導彈咧，就劃過維多利亞港，跟住支導彈就擊中咗咧天馬艦嘅海軍基地。咁扯？咁就發生爆炸，呢個 Pizza 嚟嘅，係、哦、啊。咁啊，個點解咧？原來咧，當時咧就因為咧，我就寫中國大陸因為收回香港就同英國發生戰爭，咁所以咧，呢支導彈咧就係中國大陸嘅海軍或者空軍去發射，就擊中咗當時嘅天馬艦總部。咁啊，嗰篇文嘅內容咧我就唔記得咗噶，裏面都係用翻一個即係想像嘅方法講緊戰爭之下咧點樣我哋係面對啊之類嘅嘢。喂，呢篇文咧，因為我後來咧就即係收藏咗啊，但我又唔知道放咗個喺個籠底喺邊喎咁但係裏面描述嘅嘢咧，其實係牽涉國家安全嘅喎，甚至咧可能咧，我記得好似最後咧係英國戰勝，跟住咧就香港咧就唔使交回嘅喎。嗱呢篇文咧，我唔知道去咗邊啊，陶生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好想揾翻出嚟啊，因為咧呢篇文咧，如果根據嗰個委員會裏面講到嘅條文咧。有人就問啦，就鄧炳強局長就佢話嗰個咧即係嗰啲漢嗰啲煽動性嘅刊物咧，究竟點樣可以定即係叫做可以免罪？因為如果存放《蘋果日報》會唔會違法？鄧局長就話咧呢個唔重要嘅，佢話強調是否有合理辯解嗰日如果持有者具有煽動。咁就會入罪，唔煽動就唔會犯法。唔係，唔係佢擺咗好耐，唔知擺多久。目的唔係用來煽動。咁話佢話依個係合理辯解，但係又咁講喎，我唔知會唔會因人而異喎。唔係佢講一個中學生就一定係合理辯解，但係鮑偉聰咧，可能因為佢做 YouTube 咧，跟住講咗某啲嘢唔係好啱聽，或者同呢個政府嘅立場有唔同咧，嗰篇作文可能就是具有煽動意圖嘅咯喎，嗱，而家呢個問題咧就係呢個條例草案裏面講到咧，其實呢個啲煽動性嘅刊物咧係唔需要證明你有意圖嘅，不過你要有合理辯解。喂，我就矛盾啦，唔需要證明你有意圖，但你又要有合理辯解，咁點樣去保證嗰啲刊物或者係書係可以唔使受到呢個二十三條影響咧，陶生唔需要有意圖，但係鄧炳強局長出嚟解釋話，只要你藏有嗰個刊物係唔係以煽動為目的，咁咧就係合理辯解。嗱，呢個你聽住個語義學嘅矛盾啊。
嗱，你藏有呢啲所謂嘅意圖煽動刊物咧，就算你藏有係冇意圖，係想推翻政府，你都入罪。但係鄧炳強話，我有羊村就有事啦，係咯。唔係，唔好理人係咪羊村先。嗱，呢個講一個中文先。只要你有藏有或者管有有意圖煽動嘅刊物或者物體，你就有罪。但係鄧局長話唔使驚。就算我屋企有個戰杯底，我唔記得咗，係嘛？然後咧，我突然間發現，我又唔係以煽動為目的，咁我就可以合理辯解。咁我想請問，意圖同目的啊有咩分別？嗱，佢話唔係以煽動，唔係佢話唔係以煽動為目的就冇事，但係個法律條文話，就算你冇意圖都有事，係嘛？嗱，咁我舉個例。我就買扎花，買攞住個戒指，想同一個拍拖好耐嘅女友咧去求婚。我約咗佢今日6:00，我打條呔，著到好靚仔。咁我買扎花，我咧係準備向佢求婚。我向佢求婚呢個動作個意圖係咪想佢嫁俾我？係咪？但係我求婚，我咁樣我嗰啲個求婚個動作係咪想以實現佢嫁俾我同我一世做夫妻為目的？係咪？是吧？是啊。所以呢，意图同目的呢是一样的。如果你个法律原文话你管有呢啲所谓意图煽动嘅刊物，即使你冇意图煽动你都有罪。但係邓局长呢话俾我哋听，俾得定心丸，你管有咗呢啲煽动嘅旧嘅呢啲咁嘅苹果日报啊，係用嚟占杯底，唔记得咗，但係我冇煽动嘅目的，咁咧就冇罪，不過咁你要咧係一個合理解釋。呢、這個合理解釋咧就即係咧你慢慢同個官講嗱，拉咗我咧，咪合理解釋咧係有三層。第一，拉咗我翻去鄉灣仔警署咧，嗰、那個阿 Sir 落口供咧，我對佢合理解釋。咁佢唉走啦走啦，咁算啦係嘛？咁第二嗰、那個阿 Sir 話呢個解釋唔合理，我哋一樣咧係落案控告。然後咧就 pass 咗去律政司，然後律政司嗰度嘅檢控專員咧，係嘛？咁不過你啊點樣合理解釋咧？我個口供咧係俾埋佢合理嗰個律政司個專員咧覺得合理咧，咁嗰度咧佢會扣咗，佢會將呢件事啊係扣押，就唔會再 pursue。但係律政司個檢控專員覺得唔合理咧，就照樣告，咁你要出庭啦。一出庭咧，你個合理解釋咧就要向法官提出啦。法官高院嗰個法官咧，如果係沈小文覺得你個合理解釋咧係好合理，於是放人。然後咧，控方律政司話不服，要上訴，捉翻你翻去，然後咧再審或者重審或者上上訴庭。到陳廣慈或者胡雅文覺得你個解釋唔合理咧，咁又判有罪啦。咁你又唔服喎？我上到去呢個終審庭。終審庭話你呢個解釋咧合理，於是判冇罪。但係跟住咧，親中愛國嗰度話你終審庭呢個咧解釋咧嚇，佢呢個解釋唔合理喎，或者咧係要上訴去人大常委會嗰度啦，係講立法原意。你呢個尋求立法合法解釋嗰個過程咧，嗰、那個過程啊係可以好長，同埋可以咧係一個非常之痛苦嘅代價。而家47人案裏面扣押緊嘅，例如譚文豪飛機師、醫生郭家麒、前記者毛孟靜，佢哋扣押咗3年，都係喺度作出一個合理辯解啊嘅過程，係嘛？佢哋喺度等緊合理辯解，但係咧就扣緊3年。嗱，鄧炳強講冇錯嘅，係嘛？但係佢嘅答法是怎樣？因為他說呢，只是他舉了一個情況，那些他說的刊物放了很久，我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他說應該是屬於合理辯解，但是他沒有說過，或者他沒有提出一件事，如果我的收藏目的，我是想保留歷史，或者我是喜歡蘋果日報這個這樣的、公司，我現在很可惜，我要保存他的、記錄，如果這樣，那是不是合理辯解呢？嗱，呢個問題咧，唔係你慢慢辯解喎，係啊，係咪先？嗱，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可能就唔喺佢嘅眼中，或者律政司嘅眼中，甚至個官嘅眼中，你收藏《蘋果日報》作為歷史嘅記錄，呢個唔係合理辯解喎。呢個
呢个可能是你有心留低在将来攞嚟做煽动刊物。啊，你将来呢个有心何嘅任何嘅人啊，如果呢个唔系刊物，你都知道咧，网上边有心人咧，将部分嘅苹果日报电子咗噶啦，电子化咗嘅。嗱，呢个我一直在讲。download 咗，系咪先？嗱，咁呢部分可能亦都系有问题嘅。如果根据呢、這个，即系。邓炳强局长，因为佢假设系你唔记得咗，你先至合理辩解。我哋今日系辩论题啊，同政治无关。你头先话有啲人 keep 住呢啲咁嘅报纸，话俾人拉到，或者俾佢屋企佢个诶细佬去告密，于是咧差人咧五点半上嚟，连人带苹果呢啲咁嘅罪证拉嘢。你合理辩解话你想保留历史记录，系咪？系。你个目的唔系想睇咗之后吓、啊、又走去咧？这个参与这个骚乱，其实苹果没有说鼓励骚乱，它的大标题是重点报道这个骚乱，是吧？那你又不是、我保留历史记录，保留历史记录你还不是想酝酿来多一次，是不是？但是你的辩解就是说，你的辩解就是说，很多历史学家在大陆都是保守集紧所谓南京大屠杀，很多人的受害人的目击同埋佢哋嘅痛苦嘅記錄啊，訪問咗嗰啲南京大屠殺嗰啲地點啊，影咗相啊，又或者咧訪問佢哋嗰啲親屬啊，留低啲記錄。我個目的啊，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係準備啊嚇喺世界人權日嗰日咧，係將佢喺個 Facebook 嗰度 show 出嚟，嚟到警惕戰爭。喂，咁你嗰個保留個目的，你可以話係類似南京大屠殺。或者我保留的目的是为历史传召，我将来想写论文，那就看看你的辩解，听你那个人信不信你咯，知不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刚才都知道，你刚才都说了，如果你鲍伟聪那个电脑里面藏有一个叫有一个导弹射下去天马南那里，然后呢你竟然这个剧本是说有一天是英國拒絕交還中這個香港給中國，然後發生戰爭。我真的讀過這篇文的。好了，戰爭的結果是什麼？中國打勝還是英國打勝？你的結果是什麼？你的結果是什麼先？你說英國打戰勝？我真的不記得了。不過我印象依稀呢，就香港就沒有回歸中國或者主權，現在沒發生。誰贏輸我不記得了。可能打和，可能兩敗俱傷。咁、我就问啦，嗱、這個、呢个咧，你个辩解就系我冇煽动啊？呢、這个系咪煽动啊？中英两国就收回香港发生战争先，你系咪煽动先？冇啊嘛，因为而家现实中咧、香港已经科幻小说嚟噶嘛，已经移交咗俾中国。好啦，咁你系咪就呢个剧本或呢个故事系挑动香港人啊？系对中国嘅仇恨先？系嘛？咁你可以辯解話唔係，我係挑動緊香港人對英國嘅仇恨喎，因為英國唔肯和平移交香港，仲要咧係對中國咧係發動戰爭喎，所以咧英勇嘅解放軍咧係奮勇啊，係保家衛國咧係迎擊喎，係嘛？嗱，你咪慢慢辯解咯。你將來遇著一個法官係識得文學、識得戲劇嘅，咁咪話你個劇本好咪無罪釋放咯。个法官唔中意睇戏噶，听到你啲咁嘅嘢已经松毛松降啊，咪钉你有罪咯，系咪啊？陶生，仲有一个情况，嗱，美剧喺前几年咧有一套电视剧叫《高保奇人》，唔知道你有冇睇？佢系一个 What if 嘅主题，就系话当佢假设二次大战纳粹德国同埋日本系战胜嘅。咁佔領咗美國之後咧，跟住而家個美國係會變成點樣呢？好有趣嘅呢套電視劇，你會見到啲納粹軍旗咧喺美國嘅自由神像啊，或者見到啲日軍咧就係操過呢、這個加利福尼亞州啊咁樣啊三藩市啊，咁啊拍咗幾季嘅，咁裏邊咧其實係將嗰個歷史係倒轉。咁啊好啦，我問問題啦，如果我真係寫咗個劇本？或者寫一個創作的 電影劇本或者劇集，就是說假如香港是沒有被中國收回，現在的香港是怎樣，
啊，咁樣寫咗個主題嘅劇本。嗱，這個主題嘅劇本可能係好事，可能係壞事，唔重要啊。嗱，如果咁樣一篇嘅嘢喺個電腦裏邊，或者我唔知點解啦，我將打印出嚟變成一個劇本。喂，依個係一個創作，我用一個創作嚟作一個合理辯解。咁呢篇嘅嘢會唔會煽動呢、這個即係依個劇本啊？會唔會煽動呢個香港人啊離棄呢個中國啊，或者係迷戀呢個英國嘅統治咁樣？嗱，呢個咧就合理辯解，創作嘅自由係咪合理辯解咧？啊，仲有啊，冇人問過喎。嗱，仲有啊，就係而家美國有一套片啊，又係類似科幻嘅。就是說預示有一天美國發生內戰，現在 Donald Trump 是要回頭的，他後面聲稱代表民粹，你說一套戲爆發內戰，你現在美國德州有些人已經組織民兵是就這個叫難民問題對這個聯邦是準備對抗，你現在這套片出來是不是在煽動美國內戰和違反 美國的憲法那個基礎呢？是吧，但是人家那套戲在美國有得上，你特區政府下下都話我哋立例呢個23條嘅國安法係參考外國，係嘛？英國、美國都有，但係英國、美國雖然有佢哋嘅國安法，但係呢啲咧係描繪美國內戰嘅電影咧係一樣可以上到。請問呢一部分你會唔會參照外國嘅現狀？會唔會先？請問會唔會？啊！你話呢個將來咧，呢個係假設性嘅問題，我哋唔評論個案。我而家話俾你聽一宗個案，就係香港導演陳果呢一套去年煙花特別多，就不獲准上映。係呢套片喺香港咧，係曾經攞過電檢署嘅 pass 嘅 certificate 咧，係可以批准上映，但係而家咧係不獲批准上映。點解？因為去年煙花特別多裏邊嘅電影咧，涉及到是講到1997主權移交，有些解放軍入城，這套戲我沒有看過，但我看新聞是這樣。你現在是不是說陳果這套去年煙花特別多裡面講到解放軍入城的場面是有煽動香港人是仇視或者藐視解放軍的嫌疑，是不是？然後你不給這套戲上，你唯一的理由就是你怕你認為裡面解放軍的場面是這個有涉及觸犯23條，那些人看到之後會覺得仇視，或者觀眾會噓。既然是這樣，你應該不止不給這套戲上映，你應該拉埋陳果，是不是？因為陳果現在想這套戲上映，然後呢幸好被康文署或者有關方面截了胡。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你想上這個去年煙花特別多呢？去年煙花特別多呢套戲，我哋認為有問題，認為你有意圖乜乜乜乜，所以截胡。咁嗰個作者而家想懟出嚟，咁係咪觸犯23條咧？係嘛？話所以我一早我哋上一集講過嘛，必定造成一個咧超級嘅寒蟬效應，冇人出聲，冇人講嘢，然後等邊個老襯第一個擳個頭出嚟啊嘛，造成先例啊嘛。而家已經有先例啊，你特區政府口聲聲話唔會影響言論自由。不會影響新聞自由，而家陳果去年煙花特別多呢套戲就唔俾佢上，咁請問而家個言論同埋創作自由有冇影響？係咪？其實呢套所以你叫我電影咧，你叫民間走去同嗰啲歐美嗰啲咁嘅商人解釋，你咪叫陳果去解釋咯，係咪啊？啱唔啱啊？其實呢套陳果嘅電影我有當年有睇過嘅，係啊，裏邊咧。是拍了很多这些主权移交啊的场面和事件。但里面不是一面倒这样讲到呢就中国收回香港呢就是末日。因为呢里面的角色譬如包括李灿森那些呢就是有一些叫做趁机打劫就在71的时候想着呢就打劫啲英资银行。还有呢里面呢有些华籍英兵的一些叫做即末日的心态啊，咁样里面咧都系写紧个时代嘅转变，但系里面有一啲对白，譬如话嗰啲警察话，自己都系听命行事嘅，换咗老板都一样咁做嘢嘅啫。有咩问题咧？有咩问题？另外，陈果导演就用一啲咧蒙太奇嘅手法，即系譬如话一边喺度放紧烟花啊，跟住咧对比紧，其实系呢个城市里面啲人咧嗰种无奈同埋嗰种末日嘅情绪啊，即系。跟中國的主旋律不同，中國主旋律
香港的主权移交或者现在他们所讲的回归是一件喜事来的嘛，所谓成日话翻翻去阿妈嗰度嘛，应该大事庆祝噶嘛。但系陈果导演拍出嚟嘅时候咧，系一扎迷失啦，好落魄啦，甚至系冇方向啦嘅年轻人同埋中年人。咁所以成个同嗰个调系唔同嘅，里面冇抹黑过中国大陆，我可以咁讲。反而你可以抹黑，话佢抹黑英国添，因为佢拍到英国咧，好似咧。就走咗去唔負責啊，同埋咧，即係搞到而家咁樣啊，咁竟然咁樣咧都唔能夠播放，咁你就知道將來嘅創作自由，同埋因為驚二十三條之後，仲有邊有人啊去創作呢啲拍呢啲電影啊？邊個下令禁影啊？陳果呢套戲先，咁梗係政府某部門啦，係咪啊？係咪啊？咁你禁影嘅理由係乜嘢先？他而家話唔提供理由，係咪？係啊，話唔提供理由嘅話，但係而家立法緊廿三條，你香港而家講法治，講緊普通法，係唔可以唔提供理由嘅，因為呢個係正常嘅商業活動，係咪？你嘅呢個唔提供理由，你呢嗰頭你唔好走去揾啲外國領事解釋，你可以唔提供理由，我哋總之係立法廿三條，話之廿座，啊呢個咧就表達出一個咧雙重標準同偽善。你話咧冇言論自由嘅威脅同埋咧冇影響，而家陳果嗰套就出唔到。如果出唔到，點解？係咪話呢套戲裏邊係影射係嘛？或者咧係挑撥香港觀眾而家對收回主權，即係而家個中主權國嘅中國嘅仇恨或者藐視？你要講嘅啫嘛，唔講你而家禁影。如果係嘅話，咁你嘅嗰個管有呢套戲嘅電影公司。同埋企圖上映嗰個，而家你咪廿三條應該拉，係咪啊？你唔好做到唔三唔四，係嘛？啱唔啱啊？係嘛？呢個此其一，第二，而家香港啲人成日就針對咩《蘋果日報》啊，攞嚟戰煲底，唔止《蘋果》啊，仲有好多噶，你知唔知啊？其他嗰啲乜書籍啊，你知唔知啊？嗱，呢啲咁嘅封面啊，睇唔睇到啊？係嘛？你唔好以為曾造才書法啊，唔係啊！数以千计啊，系嘛？呢啲咁嘅印刷品叫管有刊物，同埋刊咩物啫？而家全世界已经冇印刷媒体啦，已经走向衰落。所有啲物体上网啊，你都讲过啊嘛。上网嚟讲，每人个手机，手机里边有个 Google，Google 里边只要你打开法轮功、大纪元时报，即刻有喺每一个人啊嗰个手机里边都有，大镬啦！大紀元時報咧，打開第一個網站啊嘅第一頁，嚇佢喺度推銷緊一本書叫《九評共產黨》，哇賣咗好耐噶咯喎，然後咧賣啊，唔係賣啊，而家喺個手機裏邊啊，你自己每一個香港人啊，管有啊，你而家撳一撳 Google 裏邊都有啊，有呢、這個呢本叫《九評共產黨》，同埋法輪功同埋海外大量反共嘅評論同埋新聞報導內容，你話唔可以管有？邊度仲係喺屋企啊？管有呢啲咁嘅書啊？咁然後你話管有啊，係咪都有罪？我唔係以煽動為目的 ，OK 得？我上一集講過呢、這個，如果你立法咧，一定係選擇性檢控。點解啊？因為你管有，你唔係以煽動目的。如果而家香港嘅，譬如話係嘛，屈永賢才女、霍啟剛主席嚇，仲有呢啲工聯會小花。係嘛？同埋咧，呢個叫李慧瓊。如果佢哋揸住個手機行落街，喺街嗰度差人咧，就明知佢手機裏邊會管有緊大紀元同埋咧九評共產黨，差人覺得咧佢冇事，唔會走去搜。但係過咗廿三條之後，零點過咗，差人諗到午夜零點零一分。有三個人，一個陳方安生，一個李柱銘，一個陳日君。佢哋屋企係咪個手機裏邊有冇刪除？嗱，呢三個嘅據佢哋嘅前科或者以前嘅 track record 就好明顯同霍啟剛同埋屈才女同埋李慧瓊係唔同，所以大家都管有。如果我係差人，我一定會先查嗰後邊嗰三個，係咪啱啱啊？好啦，仲有中間有啲灰色地帶，例如叫謝偉俊，都係西環契仔，愛國愛港，但唔係喎。謝偉俊最近一番言論咧，就係批評我哋阿 Sir，
李家超特首話港人誒法家治港唔好咁辣，俾我哋李家超特首定性佢咧呢番言論好危險同好反動。於是有個差人喺街見到謝偉俊喺度行，係嘛，拖住個白姐姐，又即刻誒、哎、出嚟，謝議員攞個手機出嚟，咩啊？白姐姐，咩事啊？啊啦，攞個手機出嚟一睇，哦，裏邊你管有緊乜乜物物。係嘛？喂，謝偉俊話個個都有管有啦，唔係喎。你前兩日喺個立法會議員講呢啲嘢喎，根據你個傾向同埋你嗰個前科啊，你有呢個嫌疑喎，所以可以告陳方安生、李柱銘保告，亦都可以拉謝偉俊。咁你翻去合理辯解，但係其他親中愛國個個都管有，我唔會拉，係咪啊？啱啊！你而家照你睇翻呢條law啊，管有啊！你嗰邊有印刷問題？咁然後林定國話唔會取替外國嘅或者國際嘅 YouTube 或者社交網站，但係管有你而家個個都有，咁點算？嗱唔緊要，我問呢個問題啫。可能特區政府完全話我冇咁嘅意圖，我唔想喐，但係你一樣嘢叫鼓勵啲人告密啊嘛。嗱，我而家就告密啦，好唔好啊？當我好衰仔，我公開告密啦，係咪啊？好唔好啊？系嘛？我唔告密，都大把中國人去告密啦。點解啊？因為正如謝偉俊所講，係法家治港。法家，我哋咧講謝偉俊嘅評論係有根有據。法家嘅嗰個商鞅，佢嗰陣時佢有本《商君書》，當然有人話《商君書》唔係佢寫，但係咧呢個鼓勵啲中國人啊去呢個牽連。同埋家屬牽連家屬同埋告密咧，早有記錄，就係、是、令民為十五，即係將十五個人組織，而雙修私連坐，即係話咧每夥每五每里啊，就每十五個人為一組，就咧話佢哋咧要令到佢哋咧係有共同嘅責任感，告奸者與斬敵首同上，只要有人告密。你就當係同殺敵人一樣咧，係有功。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如果你知道裏邊有奸細或者有暗藏嘅敵人，你唔告就同啊你投降敵國一齊咧去罰。呢、這個咪就係告密咯。呢、這個咪來自商鞅咯，係嘛？所以呢個咪法家咯。阿謝偉俊冇講錯啊。你而家裏邊係好多條文啊，係話如果知情不報咧，就幾多年噶，係咪啊？啱唔啱啊？咁但係謝偉俊嘅言論被指為有黑幕嫌疑喎，係咪啊？咁然後佢個手機裏邊如果管有呢啲嘢，咁點計啊？又我提一個問題，提問題係嘛？咁啊，請阿馬時亨咧嚇，或者答下我，或者咧嗰啲香港嗰啲教育工作者或者識得辯論嗰啲咧，係答下好啊？啱唔啱啊？係啊。呢點咧，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喺立23條之前，我哋已經講到。呢、這個煽動將會變成一個咧，即、就、係、是、舉報嘅一個即係、習慣。因為好多時候咧，商業機構又好，私人又好咧，上司下屬又好，隔離部門都好咧，好多時候都有一啲咧利益嘅衝突、私人恩怨。但係如果喺而家咁嘅法律之下咧，因為你舉報係冇成本嘅，甚至可以匿名嘅，甚至得獎有獎金。是啊，你可以咧，係嗱，例如我同另外一個部門嘅爭緊另外一個升職嘅位，甚至爭女都得。於是乎，我就利用呢個方法嚟去告密。告密我係冇成本，淨係的咗你去調查一下，冇你三兩日或者三兩個月，最後放翻翻嚟冇事。喂，我已經達成咗我的目的啊！嗱，唔好笑啊，以為呢啲咧係講笑啊，呢啲以前咧。在一些咧，即系极权嘅国家里面咧，系好常见嘅，利用呢种方法嚟打击呢个所谓嘅对手啊，唔一定系真系有发生嘅。呢啲情况咧，即系再落到去就系我哋以前讲过学校里面啦，学生同老师嘅关系咧就会瓦解噶啦，因为咧老师讲乜嘢，佢都会望住眼前嗰二三十个学生啊，你都唔知道有一日。突然间有警察临门嘅时候，系边个举报你？咁调转当然啦。如果中间有学生顽劣嘅，或者系平时咧，即系我系眼中钉嘅，我亦都见到佢有啲行为，可能咧疑似啊，有一啲咧叫做叛国或者系煽动嘅行为，
或者佢啊呢、這个啊平时讲嘅嘢咧好出位，喂一样可以整蛊佢。所以咧情况咧，以前咧就保护学生，而家就调转可能督学生。嗱、啊，所以咧任何香港人系嘛，尤其系你自己心知肚明呢三年啊嘅行为系点嘅咧，你要快啲 check 下个手机 Google 系有数以十万计。呢啲咧係可以違反啊呢個叫意圖啊涉嫌啊或者咧係以煽動為目的，而你知唔知情都好，如果俾人抄到，你係咪要咧係合理辯解？嗱，我唔知啊，手機有好多，手機有好多係嘛？你點刪刪唔刪得切就你諗你。而家距離三讀咧就仲有一段時候係嘛？據說係4月15號，同埋哦唔使刪除，好嘢。一天光晒，咁請林定國律政司司長出嚟講，需唔需要刪除？我個手機裏面 Google 連接曬呢啲嘢，定係我不評論個案？不評論個案，即係龐大嘅灰色地帶，不評論任何個人。林炳強係，林炳強局長仲講過，雖然呢條條例係冇追訴力，但係嗰啲刊物咧幾係可以咧，幾時印刷？都屬於咧呢個法例嘅範圍，即係話，即使啊講緊60年代啊，啊呢個香港啊所謂嘅啊反英咩抗暴，其實就係阻止恐怖分子掟炸彈嗰時嘅報紙或者嗰時嘅呢啲咁嘅刊物，你保留咗呢啲部分都可能會成為呢個23條嘅罪名。因為你唔係想學，想話何時印製不重要啊，即使冇追訴力。只要你管有，你就有事啦，系咪？咁你咪合理辯解咯。我管有呢啲親中報章，1967年嗰啲咧，係頁頁都係話放炸彈啊，呢、這個啊暴力推翻港英啊，係嘛？係嘛？我管有啫，係嘛？我唔係學啊，我唔係學咗佢嚟對付特區政府啊。咁你慢慢咧係對有關方面合理解辯解啦，係嘛？冇嘢嘅，香港據說都係講法律嘅，係嘛？咁啊，同埋你管有呢啲咧，你要四圍望下，睇下你屋企人會唔會咧爆你煩。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會。好多謝大家，特別多謝加入風雲會嘅朋友，再見。喺呢個網絡世界咧，泰晤士河畔咧都一樣可以咧係俯瞰世界呢一個風雲谷。風雲谷兩歲啦，我哋嘅訂閱人數已經向緊40萬進發。有咁骄人嘅成绩，全赖大家喺世界各地嘅鼎力支持。为咗令我哋有更充足嘅资源，做更充足嘅资料搜集，以及台前幕后都能够继续精益求精，做得更好，我哋呼吁大家帮下手，以行动支持我哋，利用超级系列打赏，以及加入会员专属频道风云会。赖清德烧美琴嘅当选咧，呢个咧系美国啊，其实暗松一口气最愿意见到嘅结果。共产党同国民党都是同一个列宁的祖宗。肥妈是一个咧系南斯嘅无知啊吓嘅群众嘅一个非常之杰出嘅代表人物。特区政府个施政系令到南斯啊喺嗰度抗拒，如果俾我睇错啊，判咧就个个都会判嘅。但系等 Donald Trump 上台翻嚟咧，系会有转机。张五常个花名叫傻佬，黎智英个花名佢话叫癫佬，即系呢种性格，我哋一般寻常嘅凡夫俗子咧，系难以理解。嗱，呢啲叫偏偏我咁样吹咧，系咪觉得同林郑同埋梁振英有某种嘅雷同？恭恭敬敬咧，送阿金融上车，跟住同隔篱嗰几个社长做咩？头先听到阿查生讲咩啊嘛？照佢相反嘅去做，蘋果係唔會有連載小説，係啊，所以佢冇小説，冇小説嘅。好多年前佢話俾我聽，係啊，係嘛？我係俾佢統戰啦，咁我有統戰嘅價值啊，吹咩？佢覺得自己咧係好有成就感，連林作如果都瓜埋，所以林作出嚟，佢阿媽壓住佢道歉，係唔係收到電話咧？未來咧就應該係陳國基同埋鄧炳強呢兩位人才之爭，沈旭輝係百席嘅婚宴，成千人咧，呢、這個咧就後邊咧佢個師傅葉國華就係做緊一個秦代呂不韋嘅角色啦，係咪呢個好明顯？其貨可居，咁嗰陣時咧係確實係想捧沈旭輝出嚟嘅，呢、這個叫梁文道。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台過去，阿草，我揾你做光明頂，我一個點做啊？我要劉天慈，唔使劉天慈啊！我同你咧盲婚雅嫁，有一個叫劉世良，
跟住劉世良就楞住咧，沈旭輝啊、葉蔭聰啊、梁啟智啊、朗鐵呢班人我唔識嘅。梁啟智未到，啊，黃偉麟係黃偉麟啊，呢班全部係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呢條友咧係好唔信我嘅，係因為喺牛津嗰陣時咧，佢係受嗰啲左膠污染嗱，我唔識佢嘅。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咧中共咧，我相信喺香港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嘅對象。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按加入风云会，同埋逃生爆锤嘅 Patreon。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逃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中，仍然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两年以嚟对风云谷嘅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